屁股在这跳舞，这个成绩绝对不可能。一个新学员，他的成绩应该超过这么多老兵的时间，你说可能吗？我应该不会搞错的。是不是多了奖？报告，有意识到了吗？ 律师，到。鉴于女的考试成绩，很多同志怀疑你作弊。今天你要当着领导的面，重新复考，明白吗？是。报告，根据我上一次对考场的判定，对不平。停！我重新布过了，哪个有过来？ 报告取出，立即拆解。报告，拆除完毕。 那边说去。我叫你出来呢，想跟你商量一下刘西石的事儿。孙排长见了我说，这孩子真有可能是干这行料。团里来电话了，上面的命令，让刘西石同志好好的度个年假。
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参加特战基地的考核训练，去年春节刘西施就没有回家过年，怎么今年又安排了值班？是，这个娃儿好像跟他妈不那么说话，他自己申请值班的。为什么？这个，他们老汉儿以前也是川军装的，工程兵，在四川。 牺牲了，后来他妈又往前头走了一步，找了个司机驾，但是这个司机好像跟他的关系啊有点搞不拢，石头小的时候经常找他锤，后头有一次两个人打起来了，石头把那个司机弄拽了，就跑到他们几个屋头躲起来了，就这个样子跟屋头人搞毛了才来当的兵，所以说啊，每次打电话都是找他接。 那你就安排个别人值班吧。是，我用宝妈大尾巴的大过去，我替他值班。对了，这个事儿只有你知道，就别外传了。嗯，我也别抱多大希望。这个地方经常十个人进去，十个人出来，特战基地留不住人。妈们老火。现在是推进改革强军，那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工兵就是工兵，步兵就是步兵。 现在什么都得学，特战基地基本上都是复合类兵种。那他真的要能去，那是给我们脸上争光啊！嗯，当然，他那铺还得给他留着，别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他又回来了，弄得脸上挂不住怎么办？那他也算是去过了的嘛。刘金子。 我陪到你跑两圈，走，跑步走。兄弟们，嗯，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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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说不定的话，我们这身要等到解放军报上去的。拿个凳子坐了，哎，拿坐了。我都是马主任。小石头，刘西子，到，坐中间来。过来，来来来，拢过来，拢过来，拢过来。来来来来，这个不可，不可以。坐，坐，坐，坐到，坐到，坐到。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次都看走眼了呀。我们班将来最有出息一个是哪个？就是这个屁娃儿。必须的。两年以后，我们这人把军装脱了，他呢？他将来当连长，当营长，立战功，是不是？我看，哎，帅。等他以后啊，真有气，我们再回来看他，要不要的？要的。嘿，来，一二三，起。纯粮酒呢？哎呦，我给你拿去啊！我姐夫呢？进货去了，晚上就车回来。
这条街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的店铺啊？我这才刚一年没回来，变的我都不认识。你什么时候看到妈去？我跟那司机不对付，你要不你把妈叫出来，我给她带礼物。 紧赶慢赶的，还是赶回来了，啊！今年要是再不回来，你姐就到军营里去逮你。走吧，哎，回家吃饭，走。石头啊，你也这么大了，那该回就回吧。妈一提到你就回，咱也没法劝。 你呀，也别不爱听。进来吧。啊。妈。妈，你怎么来了呀？你也没说一声，我去接你啊。啥？这外面冷，咱进去吧。 媳妇儿也回来了，这部队临时通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刘弟啊，说你春节前还去进货，我不放心，来看看。进了一批，你看，真的是刚回来，妈，我们这都还没吃饭呢，咱进屋吃火锅啊。走。妈，回来了。回来了。 进屋吧，明天我和石头回家看咱爸。妈，爸，石头来了。回来了。啊。石头回来了。石头长这么高了。 我跟刘弟来，给您拜个年。快坐吧，来，坐吧。跟爸聊聊天。哎，这是专门给您带的东西。好好。我和妈去厨房。哎哎，好。买的鞭炮哈。哎，是他自己要来的，还是你让他来的？ 小店儿，搞得干干净净的，真棒！哎呀，你还记得上学那会儿，给我写情书吗？哎，这……啊，算了算了，不说了，还不好意思了。哎呀，那。 那是因为你漂亮，人不会一直漂亮的。逢过年我一回来，浑身不自在。我年初二我就先回去了。说的好像这一件欠你似的。哎。
你们聊了吗？我替你看见去吧。这里面有件毛衣，是给你们班长的，还有些吃的就给战友们分分吧。有两件汗衫，是专门给你的。里面还有个包，是你爸的。里面有军功章、照片，都是那年我到四川去领回来的，放在柜子里那么多年，都没看过。你不是想要吗？ 都给你。那这些你不打算留着吧？你都穿上军装了，长大了，将来我见着你爸，也好交代了。妈，我这些年在部队里边，我每一天我都特别想你。 我跟他说你过节回来，他特别高兴，就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走了。妈，我们班长替我值班呢，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死皮赖脸一直赖在家里边不回去。我知道，你别以为穿上军装，一年半载不回来没什么事儿。将来你回来敲门。 谢了。来，我帮你。谢谢。没事儿。
你这豆腐块别的可以，叫什么名字？我叫刘西石。刘西石，梁波，秋姐，啊，山东人。你好，你好，这儿还有上海、云南、四川的。我来自西藏，李新磊。扎西德勒。哎，兄弟，我这所有东西，你随便拿，除了这个，这个我爸留的。啊，7%都是茉莉。我们连长跟我说，啊，这铺盖卷打了一半就行，免得被淘汰了，受什么麻烦。真的假的？谁知道呢？我姓陈，耳东陈，你们可以叫我陈教官。至于名字嘛，就不告诉你们了。反正你们大部分人会被淘汰，记住记不住，一个样。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学什么专业的？报，我叫李金磊，来自西藏。没问题，陈先生。以后问一句答一句。是，为什么学搜排报专业？不，我是因为你为什么？因为武士的俯卧撑。是。你妈送你来的时候，哭鼻子了。报告陈教官，我妈没有送我来，是部队派车送我来的，我没有哭鼻子。那我怎么闻了一股奶腥味儿？报告陈教官，我没有奶腥味儿。为什么学搜排报专业？为什么？因为喜欢。什么？因为喜欢。喜欢。特战队是军队中的尖刀，搜排报是尖刀中的刀尖儿。知道什么叫搜排报专业吗？一名主排报手永远冲在第一线，独自面对困难，独自解决问题，遇到障碍把它清除，遇到危险把它粉碎。一名排报员的容错率为零。解散。我们连长说的没错，他还给我留着铺呢。扎西德勒，石头你好，我是班长，发容易了，我给你领了一件，比去年子大一个号，怕你伤身体。23了，还要冲一下呢。侄儿说，让你安心训练，啥子都不要想。石头。我们大家都很想你，想你回来，也想你不回来。坐下，把盒子打开，看到你们眼前的真和线了吗？给你们10秒钟时间，至少穿过6根针。预备。开始。
水晶刀，及格的举手。穿过五根的举手。三根的，两根的。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继续练。明天我来考核的时候，十秒钟时间，最少穿过六根针，不然联系自己原来的部队，让他派车接你回去。练吧。不行了，我眼睛都花了。哼，刚从基地回去啊，给我妈缝条棉裤。吓死我了！你还有没唱完呢？等，衣服不穿，你跑这儿干嘛来了？滚！
要不是撞真秀了，今天就光荣了咱俩。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我茶都进我眼睛里了。你怎么又剪发了？哎，你管我呢？擦擦。那么多事，讲话计划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够了吗？不过吹长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姑娘，好不好看？你是否喜欢被旁人指说？昨晚吐了两回，我何止吐两回，出一夜虚汗。肯定的，就是吓着了。我晚上也没睡，昨晚吃的全吐了。农村老话讲，叫丢了魂儿，我再找回来了。丢了满门子魂，啃了一桶，这叫丢了魂儿。哎，你哪来干这？不跟你说过吗？每天早上帐门口都有一袋，有时候还有小鱼儿呢。哎，身体的警戒值百分。你从后边报仇，我指着嘴啊！哎，别跑！哎，别跑了，别跑了！哎，别跑！哎，你跑什么呀？这附近有雷区。谢谢你这些天送的水果和甘蔗啊。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不要吃罐头？他就知道吃，人根本就听不懂你说话。那个，谢谢你，谢谢你们长期给我们送的那些水果。水果啊，他喜欢吃大毛毛毛啊。然后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负责在这一片山上那个挖雷，怎么说？挖雷，砰！山上，砰砰！你傻不傻？你真是有点傻。你会说的话吗？啊，对了，你是哪儿的呀？没接到通知吗？
我们这片山上正在排雷呢，不能上。我是下面那个寨子的。哪个寨子？刮风寨。啊，来这些，你们拿回去吃。不好意思啊，姑娘，我们不能收，这个我们没有钱给你们。你们把这片山弄干净了，明年我们就在这儿种甘蔗了。阿爸让我送上来，说算提前庆祝，不收钱。阿爸还想请你们去喝酒，但是我又不认识你们，张不了口。喝酒啊？喝酒，算了啊。那个以后别来送甘蔗了啊，最后一次，我们这是有纪律的。行，姑娘，我先送你下山吧。在我们部队没有撤出这里之前，这儿都是危险地带。鲁华，到。这样，你把这些啊先拿着，这也算是人家姑娘一点心意。下回班车路过刮风寨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拿两罐牛肉罐头。是。走。啊，你跟着我走吧。对不起啊，我们刚刚追你的时候是不是追太快了？现在走路你一跛一跛的，我帮你。我本来也跑不快，你们要认真追早就追上我了。为什么呀？一直到这儿都被劫去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就在你们扎帐篷那个地方，我被炸过，好多年以前了。我爷爷眼睛瞎了，当时阿爸说这孩子养不活，后来把我送到县里去，给我安了一只，竟然又活过来了。你根本看不出来吧？啊，看不出来。我一直锻炼，我从县里上完师范回来给小孩子教书，盯着他们不让他们上山。这片山我们就快排完了，你就送我到这儿吧，后面的路我自己走。你有空可以到寨子里来玩，不要被吓到。为什么？我们这儿有个笑话，刮风寨缺腿，十个人只有九条腿。等等，我也没什么东西能给你吧，我身上就这些钱，你拿回去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吧。等我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也回去转告孩子们，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有了，我向你保证。拿着吧。我叫米娅，我会告诉他们。哼什么歌呢？好运来，离开我的教室，去操场跑圈，不让你听不准听。是。因为毕竟这个地雷30年了，性能是很不稳定的，有可能说是我还没动它，只是稍微的震动一下，我走过去稍微震动一下，有可能它就爆了。但是有可能是我现在拆引信，突然它引信激发了，因为它里面可能生锈了，也没爆。所以说不能按照正规的这种我们那个新性能地雷去完全去判定它，因为它现在这个你也不清楚它什么时候爆，什么时候不爆，我们只能按照我们正常流程去操作。耕牛跑到山上被炸的也是很多，对当地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我们走了好多便民家里面，然后你平常可能看这些便民的走路自如的，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但是等每一次你等他们把那个腿袖子裤裹那个裤袖卷起来的时候，
你感觉真的是太惨，这个雷患，这广西跟云南这个边境的雷患对老百姓的杀伤力真的是太大了，是基本上小腿就没了，基本上小腿没都是假肢，大部分都是假肢，然后有些就跟小孩都是假肢，我们当时看到之后心里面有一种怎么说呢，说不出来的一种痛，所以说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在心里面暗暗发誓说必须经过这次第三次大会，必须把这个边境雷场全部清除了，还给老百姓一个那个幸福安全的一个家园。声音为明天而奋力，信仰坚定播种在心里，这一刻我无所畏惧，一路一行脚印穿越过泥泞，挥汗如雨的身影为天而奋力，信仰坚定播种在心里，这一刻我无所畏惧，绕过的弯走过荆棘也要徒步去登顶，远方广阔的风景号召我们拼尽全力，正当我们翩翩白衣有最可嘉的勇气，风里来雨里去，美好未来会如梦所醒，绕过了弯走过荆棘也要徒步去登顶，远方广阔